那个咳嗽啊，那件事啊，越来越明了了。从亚加拉大瀑布啊，那边的改造工程有关。亚加拉大瀑布啊，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，它那是外星人啊，在那边过滤水的时候啊，相当于有一个水车啊，巨大无比的水车，我们眼睛看不见啊，从天上直接插下来，插到大瀑布往下，然后它绕了一圈以后再回过来，再就像在从地球向交叉，从那循环，就像在地球外面伸出去一个东西啊，差不多可能要比地球的直径还要大，就这样就循环啊，循环，这个我已经知道了一段时间了啊。现在呢，外星人为了加快过滤水啊，所以呢，运转速度增快了，运转速度增快需要吸收更多的热量，所以现在凉啊，这是一个，所以呢喉咙冷嘛，感觉，另外一个什么呢？像那喉管，你要扩大，要把里面洞啊要搞大一点，所以不断在磨那个喉头啊、喉咙啊，要磨了以后，要把那个洞啊搞大一点，所以搞了一个，痒啊、咳嗽啊，是这么个情况，这个工程搞完以后就好了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所以这段时间就搞得很不舒服啊。但这需要把信息传出来才行。好，知道了。再见。